小叔父，你怎么大白天装鬼吓人啊？哎呀，我觉得你的计划根本没用。怎么可能没用呢？啊？你之前表现的特别好。可是他刚刚走了以后，我满脑子都是他。其实，他要哭的时候，嘟着嘴的样子特别丑。 笑起来趾高气扬的样子，又特别好看。你现在最重要的是集中注意力，坚定你的意志。嗯，拿着呀。那这次我一定坚持，再陪我打一局。还来啊？你到底帮不帮我了？ 从今天开始，咱们俩就彻底断交。我走我的阳关道，你走你的独木桥。你送的东西，本小姐一点也不稀罕，全都还你。来来来，哎你，那你就认罚吧。不行，哎，就一笔，这是我倾国倾城的脸蛋。那你也不能耍赖呀，快快快，放下来，来。哎，幼稚至极，我怎么看不出有什么好玩？起来起来起来，哎。 快点，快点啊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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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别躲，别躲，别躲，让三爷我画上一笔来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哇！哎，小叔父，别耍花样啊，愿赌服输的。来来来，再来一局。快点吧，再陪我玩一局嘛。小叔父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您是神服体大杀四方，直系佩服。你饶了我行不行？ 你就是宋茜，嗯，川北元阳指日可待，定能将他扫地出门。太好了，走，跟我一起画。好，走嘞，青儿。 反熊联盟的话，还是要在你脸上亲自实践一下，才真是大快人心呢。画好了没呀？画好了。哎呀，舒坦。
我忽然发现，我好像是真的很喜欢他。 喜不喜欢我，讨不讨厌我，都无所谓了。无论怎么样，我都不想忘记他。